奉献的是一个比较新的 course，太阳神图及它的编辑。这篇比之前的那个 course 太阳介绍的是更详细的一个工作流，它的功能主要包含细化，还有放大，最重要的是图形编辑功能。这个工作流比较详细，也是一个大神分享的。我英文不行，所以我直接让他用中文转换成英文提交给提示词，这样子生成更方便。这个最牛的地方就是它的编辑功能，这边记住用的是模型是 COS 的编辑模型，生图用的是 COS 的生图模型，就这两个注意区分一下。然后我简单的介绍它的基本使用，比如这个 COS 模型导入接进来就有它的这个模型引导，这两个是必备的。接着就是跟普通的按键一样，进入提示词、正反提示词。然后这边是裁剪器，只不过是把它拆分开来而已。你看到这几个其实就是 SDXM 里边的整体的一个，这边只是变成了拆分而已。这个是群组，把这提示词组合一下。然后这个是固定它的种子，这样子就避免再次渲染。底下这个是采样方式，这个是也是采样方式。底下是图像尺寸，这是群组，是采样器的群组。后面就是 VAE 生成出图片，然后这边进入一个细化的效果，就是升级一下尺寸，比如改成1.5倍，然后采样换一下，相似度0.65，这样子生成出来，它效果就会比之前好一点点。接着就是这个接着就是它的放大功能，这个也是群组把每张图片都放进来，然后让它以这个4倍放大。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个，这个也是一个大神开发的，支持 XAML 模型的一个 tail 一个 ConteNet 的拆，那个叫什么？你可以简单理解，它是一个模型。就解决了，文献真实放大的一个效果。然后这边是放大的采样、步数啊之类的，最后生成出来的效果就，相比之前细节就增加了非常多，这个细节非常完美，所以它这个缩放功能还是很牛的。下这个拖出来，这期最重要的是这个图像编辑。图像编辑模型就是编辑模型，这边是 delete，采样是一样的，然后也是提示词，这边只是增加了个提示词开关，因为这边多一个提示词。等下介绍这个提示词使用，其他一样。这边比如我用的是图片，我要处理这张图片，那我这边图片就选择二，它就会处理这张图片。如果我这边选择的是一，那它处理的就是这边的图片，这个一二，
三，这边是选择这三张图去处理，这个是选择处理这里边的图片或者这张图片。我们现在处理一下这个文献吧，然后这边就选择一，然后我要把文献加上小丑的化妆。那我这提示词就选择一。然后按它生成。使用这个 cos 生图比较慢，大家可以使用我的电脑引擎先直接点开，即开即用，而且直接就属于我这所有的那十几个工作流，一下子就复制到你自己的。Continent 在线进行，你简单理解就是复制了一份跟我一模一样、已经完整部署好的工作流，完整部署好的 Continent 含工作流所有的模型都部署好，这样子就轻松的把这张图片加上小丑的妆容，这就非常好解决。如果想要控制它的强度，你可以利用这个。CFG 去控制，比如这边我就改成了，我让它再生成一下，它就会轻度一点，改变的不会这么大。cos 最厉害就是这个模型，编辑模型，就很，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PS 的智能编辑，修改任何图片，你只要脑洞打开。都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，这样子它就只修改了一点点，轻度的修改，所以通过控制这个 CF 值就可以控制它的修改，控制它的修改强度，就很容易控制这个修改了。接下来我测试一下修改。底下这张图，那我这边的图片选择就是要输出的，就是第二张底下这张，这个只是图线缩放，你可以理解把图片数据化转入到这个群组，再通过这个选择输出给这边，然后这个提示词我就要写，我要把它改成。晚上的效果，那我这边就是海边景色，黄昏，不是夜晚，满天星极光。比如是这样子，我这边就选择一就好了。一就是选择上面这一组提示词，底下这个是正线、反线都在一起的，这个是属于二，因为它连接的是二。好，我们生成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在线的话，它可以使用4090显卡，所以快。跟你在本地操作一样，这个修改程度也是通过这个可以去控制，这样子就轻松的把这张图改变成夜晚的效果。PS 就很难做到了，所以这个是它这次升级的最大一个功能。然后再接着用这个提示词二修改，文献这边改成一，因为选择了文献，然后这边选择的是一，就是第一张，第一张就是这张图，也就是这张，
然后这边提示词我换成底下了。你选三没了，因为这边提示词只有一根二。这个我只是改变了一种风，选择了一种比较酷的蓝色的那种风格，怎么说呢？只是改变了一下色调的风格，让它修改这个模特。这个时候就不用上面的提示词了，用底下的提示词，因为这个 XAML 模型有自带的样式，所有的就方便更改图像样式。简单理解，它这个编辑模型就可以平替 PS。这样子就轻松的修改了这张图。当然，这个强度太高了。比如说，我改成了这种蓝色科技的风格，强度太高，它就会把脱离原图。基本上，原图只是一个结构参考，但是如果我把它的权限调到二，那效果就不一样了，它就。咋说呢？就是更好的控制这个图像编辑。当然，这个也支持 ControlNet。二的话效果太小了，看不见。改成四吧。支持 ControlNet 或者局部修复，你可以理解局部修改等等都行。所以这个是cos 模型最厉害的一点，就是它这个编辑模型。大了，再减少一点。这个 CF 值权重一般都是先调大一点，然后接近的时候再微调，再接近的时候再微调。像这样子的风格，可能我觉得就 OK 了，那我就选这种风格。这样子就轻松的利用这个XAML 模型自带各种风格的去改变、修改图片。好啊，大家如果想不想安装、不想部署、想直接用，那就是直接点开我这个镜像，直接复制一份属于你自己的 Comfort UI，并且帮你部署好、安装好所有的工作内容，全部都能正常运行，直接运行，就不用自己去折腾。应该怎么弄，模型怎么下载，这些什么放大缩放模型，比如这个牛逼大神的模型怎么下载都不用了，都已经帮你安装部署好在这个 ComfortUI 里边，我有的你们就全都有，所以直接用就行了。我这个镜像的优点就是全部部署安装好的工作流。不是给你一个空壳的工作流，那样子没有，又不能运行，什么文件都没有，所以这个就非常方便大家在线使用，而且这里边全部都是设计师使用的图片处理，实用性很强的一个工作流，基本上是工作流排行前60的都在这里边，最新技术的科技或者工作流全部都在这。而且是部署好的，不是一个空壳的工作流，那样子没用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。